说我遇到一个领导会给他支点招吗？后就给他点育儿经验。那他需要的话。没有，事情告了，是最近打了羊胎素了。哦，这是可以说的吗？可以。对，他说了。我觉得这个是我比较请教的问题。对，我们拍戏拍的皮都皱了。嗯，所以我这个比较关心，就要看看高老师羊胎素针打了有什么效果吗？皮是不是展开了？哦，那倒不是，因为那个我皱纹呢，它是从内到外的。这个身体还能扛得住这么？因为打了羊胎素了。